我不允许你一个人扛。若你真的不想伤害我，就不要把我拒之门外。你为何会打这个结？你教我的呀。姐姐。姐姐。夏安乐儿，姐姐。这样就不会想了。这结是如何打的？我怎么都不会。这是我自己独创的结。谢谢乐儿姐姐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不仅知道你所有的计划，还知道你受过的苦，经受的磨难。公子，查到了，斑蒙姑娘中的不是毒，是蛊。看来萧公子也知道虫蛊的事了。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活下来？子虫现在就在萧夜庭体内，只有萧夜庭爱上他，全心全意对他，他体内的母虫才能活下来，母虫活，他才能活。当我知道真相后，我必须将计就计，让萧夜庭在将军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这样你才能卸下他的防备，让他真心的爱上你。只有他爱上你，你才能活下去。你知道又如何？我并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那我可真的太无辜了。要是我分析的没错的话，我们两个第一次遇见就是你设计的呀。你让我引萧夜庭见到你之后，你又借我之手住进了萧府，还借我给夫人送香，还现在说与我无关了。你是觉得我现在是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想卸磨杀驴，还是你对我动心了，不想牵连无辜？卸磨杀驴？你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为何你始终都不肯承认你对我动过心？前段时间我对你态度冷淡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伤心？当然没有啊。一点点都没有啊。
看来还是我心太软，应该再绷一段时间的。你要是没什么正经话说，我就回去了。乐儿，接下来的任何计划，我不允许你一个人扛。若你真的不想伤害我，就不要把我拒之门外。要不要听一听我的计划？你的计划？之后的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来，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你如愿以偿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守在你身边。绵延青山的雨，依稀坠入梦里，依靠着你借一个躲避，多把美梦散去，醒